对，当时没听那内部那哥们儿那个财，对，当时听他的就说不是财富自由嘛，至少说现在身上有个七八百万是有的，知道吧？没听他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叫我表弟研究呢，我寻思我表弟大学生嘛，这样，我说你应该比我看得更懂一些，我说我鸡巴蛋子都不认识，我说我只知道说哈充值，就这么回事，知道吧？没关系，回头再来呗，对不对？人生嘛，总得经历嘛，经历过也是一件好事情。我至少我自己的梦想都实现了，都经历了，对吧？NO 呀，你喝完酒回来了吗？是不是喝酒去了呀？余生你好，加油播呗！我现在最主要是我合同没到期，其实也有工会让我去其他地方。给2年给100万的签约费这样，但我去不了，合同没到期，等合同到期再说吧。建峰哥好呀，你们有礼物的可以帮忙都顶点呗，还有800多余次，过个四星好吧，兄弟们，有的可以帮忙支点啊，谢谢你们。别秀来了，欢迎804。像兔哥这种就属于是人生赢家，估计兔哥这种已经属于是接近财富自由了吧，对吧？你老弟这种那得慢慢来。当时世界杯赢了50个，感觉钱就是数字，后来输的只剩了20个，收手了嘛？那还行，你还收住了，还可以，真的。你收住那还行，你属于是赚了没亏。哦，你才毕业2年嘛，你也挺年轻的呀，我以为你年龄挺大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你比我年纪大，你知道吧？好，结果年纪也没我年纪大呢，那就属于人生刚开始呗，那慢慢来啊，兄弟，慢慢来。你很牛逼，真的，真的，你挺牛逼的，你以后会很厉害，真的，绝对的，你以后会很牛逼。20多岁呢，多年轻呀！谢恩我的荧光棒啊，谢谢，接着也好，兄弟。谢贝也看直播，谢恩我啊，谢谢。艾姐其实也挺牛逼的呀，对。艾姐为啥牛逼呢？她能玩得开，就是女主播不敢玩的，她都敢玩。她是酒吧老板嘛，真的呀。我只知道他家里有7套房子，知道吧？6套房子，浙江的。他确实也挺牛逼的，但是你艾姐让人会觉得产生畏惧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个妹子玩得太开了，太奔放了，就会让一个男的会觉得害怕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太奔放了。就你不像是一个女孩，简简单单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而感觉这妹子属于是啥都懂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就让人会觉得恐惧，你知道吧？反正会觉得害怕。有一说一啊，真的。不过像你这么说，她确实挺厉害的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喝酒去了呀？啊，是不是出去玩去了？刚回家呀？我以前直播间大哥好多呀，真的多，多如牛马。虽然说我直播间人不多，但我直播间大哥是真的多，很多都特别有实力，你知道吧？以前那会儿，你说过个什么，喝多没喝多吧？那应该还行。以前那会儿，我每天。12点一过，我这四星任务，半小时就过完了。真的，一到12点，他们就哐哐刷，这刷飞机，那刷火箭的，一会儿就把任务过了。真的，以前那会儿我真的挺牛逼的，说实话。后来我自个儿摆烂了，只是摆烂了之后，这帮大哥慢慢就消失了。现在很多大哥都去看某音去了，没在斗鱼看了。他觉得斗鱼没啥好看的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
然后我回来了之后呢，有些大哥也慢慢的再回来，就是还是愿意听我吹会儿牛逼啊，聊聊天的或怎样的，知道吧？那酒吧好呀，欢迎切个半柠檬呀。今儿个能过四星吗，兄弟们啊？你们有礼物的都帮忙顶点呗，顶点看能不能过个四星呗。也就800来余次，有的可以帮忙指点啊啊，过点任务呗。谢谢兔子兄弟的幸福券啊，加油啊！希望你能爆飞机火箭。欢迎岁月如歌。没有问涵涵有没有那个烟，知道吧？我问涵涵有没有那个烟，我叫他帮我带烟来着。今天不是大哥说他想抽那个烟吗？我就在直播间问，看看有没有人有能买到那个烟，就帮他买一下，知道吧？老王玩了这某音吗？不知道呀，湖北帅哥，现在在等着嘛，时间还没到的嘛，现在慢慢来呗，先熬着，熬着把这时间熬过了再说呗，对吧？把这2年合同熬过了，熬过了之后再看看怎么着呗。现在斗鱼就好好待着，先好好播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呗。明年开始呢，可能就做点短视频，然后做点其他东西的这样。现在就没事，请请水友来玩啊，对吧？跟水友吹会儿牛逼啊，聊聊天呢，对吧？你们反正想来呢，都可以来，没啥事情做的，刷个飞机就行了，也不用刷啥火箭的、超火啥的，对吧？想来你就跟我说一声，加个飞机，刷个飞机，留个微信，玩儿要来的时候提前说一声就行了。来了，吃喝拉撒住给你们包了就行了，好吧？别的那我包不了，什么果盘呐这些再说吧，反正最基础的玩意儿我给你们搞定。朝花夕拾好，圆圆你好 ，SHI 来了，萝卜稀真的，肉稀不出来，有的还卡在中间了。兔子，你每天工作到半夜吗？还说出去玩啊？老王今天可以陪你通宵，你对象要上课，嫌我打呼噜不让我睡觉吗？你对象不让你睡觉吗？你太懒了，兄弟。没毛病啊，619啊。去砸点那玛雅密藏吧，刚他妈店挺多的，你们都可以试一试，看能不能报个1000的，报个1000的，这事情就结束了，可以去砸两手看看。昨儿不824吗？你太黑了，他把我手机收了呀！你太黑了，他把我手机收了。那不怪我呀，对不对？那喵的，斗鱼的原因跟我没关系。斗鱼的原因，它白的时候也挺白的呀，是不是？不过你在我这儿好像没爆出过啥，你床上跑步刚回来嘛？哦，出去磕炮去了是吧？压我，你干嘛呢？你刚才飞机中了没中啊？啊，兔子兄弟，兔子你是看哪个直播间的呀？说最早那会儿你看谁的呀？你能升到40多级也挺牛逼的，说实话，回血了一点吧，没毛病啊，中了就行，中了就行，不亏就行。兜兜你好，等你想刷的再刷吧，我也不逼你，刚嫁你不好意思呀。节目效果，虽然也是真想要，但是呢，节目效果就行了，当真。小佳男你好。明儿哦，今儿周末对吧？对，今儿周末，明儿周一，还有2天，加油吧！这逼东西真难说，辣，死吧辣，
信了你的鬼节目效果，你赵老师是坏得很啊，真实吗？正常的呀，正常的，兔子没有哪个主播不想要礼物，没有哪个主播不想挣钱。我觉得那主播要真不想挣钱，那是个二逼，真的很真实。我这人就有啥说啥呀，我觉得没有哪个主播是真不想挣钱的，不想挣钱他就是个傻逼，就跟你们上班工作一样，你付出了你想得到回报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套路嘛，自古套路得人心嘛，对不对？你早上要出门去嘛，铁球你好呀，我刚刚去打 PK， 打一局说一局，不打了，打不动了。妈个逼，那女主播直播间大哥是真的多，哐哐上，哐哐上，打个嘛四十级都打不过这样。你不用哥，我自己会糊涂的呀，你自己会糊涂的。你咋那么逗呢，哥们儿？处对象了没啊？你单身吗？还是处对象了呀？我如果是一女的，真的，你们房本都被我割没了。说实话，有一说一啊，还好我不是个女的，真的，还好我是个男的。说实话，问就单身吗？兔子，快去下个国家反诈 APP 呀！初心你好，喵了个咪的，下个国家反诈 APP。来抽烟，兄弟们，抽烟，抽烟。欢迎那个红尘陌上，你好兄弟。NO 你在干嘛呢？天帅你好。NO 我发现我直播间都年轻人，真的很少有年龄大的。说实话，龙王现在算单身吗？那我肯定不能告诉你呀，对不对？你别问我，问别问个嘚，问就单身。我学兔子讲的话，问就是单身，对不对？下了高低举报一波老王吗？你们丫都缺心眼儿，他妈天天举报我，别老举报我，一天天的过分。彩云之南你好，兄弟，彩云之南，乔瑞烟。其实我割的不算狠，真的。你看那个大主播直播间割的是真的狠。动不动嘛，割他妈几千一万的割，对吧？有一说一啊，真的。实话实说嘛，你看那些大主播不死命割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帮主播其实割的还算少，一点有点赚的就行了，也不贪心。CIR 好，欢迎芬达。我直播间别的没有，一到半夜了，这帮人就杵在那儿听我吹牛逼，天天听我吹牛逼。不然早取关了吗？我从来不怎么去要礼物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就是很少会去要吧。有时候确实任务过不去的时候，确实是希望大家都出手去支撑一波。有一说一啊，这是真的呀。其实我礼物多的时候，你像我平时聊个天吧，事情一过，对吧？我就不太去管这个东西了，我就坐那儿吹一宿，吹完了你们困了，那就去睡觉去。我那接着再聊会儿，聊到半夜了我就下了，对不对？之前看你还是说那个神神叨叨的老太太嘛，那那挺久了呀，哥们儿。你那时候看过我直播是吧？老太太早不在了，我已经没住那儿了，兄弟，看不见那老太太了，能看见她吓死我呀！那老太太神神叨叨的。睡心你好，欢迎上山，欢迎又好。这周末这帮大爹们都出去嘛，哐哐喝酒，哐哐炫果盘去了。嗨，今儿个三星猴，叔爹你睡了没睡啊？我今儿当三星猴了，我这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是四星，就他妈今天还是三星，还没过四星，他奶奶的，不完美。欢迎六幺二。我们要不要去找小姐姐打 PK 唠嗑去啊？你们说呢？你们说找小姐姐唠嗑去呢，还坐这吹牛逼呢？
我们出去打会儿 PK 呗，兄弟们啊！你们觉得呢？你一般晚上几点啊？我一般晚上九点多开播，播到凌晨的四点多吧，到五点差不多，4:40、4:50这样。我一般是礼物少的时候呢下播早，礼物多呢一般下播晚这样。因为有时候吹到半夜吹不动了，没精神了就不想吹了，晚上就下了。但是一般我都会播到最早四点钟，习惯了四点多吧，四五点下播吧，四点半可能4:40啊4:50这样。九点半开播，半小时吹牛逼，10点烧饭，11点开吃呀。你都把我时间拿捏好了是吧？没有，有时候会开播早点好吧，有时候开播晚点，反正就那阶段吧，九点多吧差不多。你连这都给我算好了呀。等我们出去 PK 去，你们有票上耳票啊兄弟们啊。Hello, 你是游戏，我们篮子又不批了呗，哥们儿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你玩游戏去的吗？你是？我不是，我舞蹈去的。你真的？你会跳舞？跳舞会。你真会跳舞呀？会。这么牛逼、啊，我操，可以，哥们儿真他妈帅。回头记得来我直播间刷个飞机，交个学费，我可以教你跳。真的吗？学包学会吗？包学会，包学会。